生死心切，就是要真为生死，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轮回问题，分段生死问题。比如五祖师界禅师一转世成为大文宗，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在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还经常出入这个妓院从这件事情，印祖就说这个正这个正果多不容易。如果按通途教理来说，如果一个修行人能够断见惑得出果须陀洹的话，他尽管能够七次往返天上人间但绝对他不会犯邪淫。因为得出果圣果呢他就有道共戒，就是要失命的因缘，他也不会犯邪淫，也许他会成家，但不犯邪淫。这就证明，从这个来看，证明五祖师界禅师虽然他是一个禅宗这个了不起的大禅师，开悟了的，但是从他断惑修道的层面来看，他连一个见惑都没有断。可见出离生死之难。真如哲禅师也是住在京师的真如寺这个活了90多岁精进办道禅门门庭严峻据说他这个涂皮的时候，连那个紫袄他穿的身上叫紫袄都烧出舍利子的。这么一个禅宗大德，然后由于见识惑没有断，转身到了哪里呢？到了皇宫大富贵之处。真如哲禅师转世是谁？就是宋钦宗他的父亲叫宋徽宗。结果这两个人在金兵这个进逼的时候，这个宋徽宗把防卫扇让给他的儿子宋钦宗，结果宋钦宗带兵打也没打赢，这父子俩都被金兵俘虏了，俘虏到吴国城做人家的那个城下嘛。同时像海印信禅师转身为朱房煒的家的一个女儿。朱房煒官是他一个军事官员这个是海印信长老的大护法。海印信长老感他家里的恩德结果圆寂的那一天大家就看到海印信长老到了朱房煒家，再一看朱房煒的妻子是那个女儿圆照本禅师听说之后就要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果到这个满月的那一天，就让朱房煒家把这个小女孩抱出来看。这个小女孩一看到这个圆照本禅师，原来是同参嘛，老同参，就笑这一笑，这个圆照本禅师就知道真的是这么回事了就对这个小女孩小女婴了，应该是说。印长老你错了这个小女孩可能一听就大哭一声，就断气了，就死了，死了又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永明延寿大师说的那个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路，阴尽若现前，片儿随他去，那是真实不虚